黄肉桂茶源自古印度阿育吠陀排毒法，至今依然风行每日，可排除宿便，降胆固醇，许多健身教练都推荐作为加强瘦身的饮品。姜黄因其强大的保健能力被称为超级抗氧化物，姜黄素可以抑制发炎，阻碍癌细胞增生。然而姜黄素也有弱点，它很难经由肠道吸收，这时只需加入一小匙黑胡椒，胡椒碱可大幅提高姜黄素在肠道的吸收率。独特香气的肉桂与生姜一样可以杀菌，同时调节自律神经。每天早上亲手泡一杯姜黄肉桂茶，促进消化，提升免疫力。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，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。